多的游客这里。好，我们来看看他们的水果。大芒果，超大的。这个是什么啊？啊？这个是什么水果啊？怎么卖？花果，龙贡果。龙贡果。这个怎么办呢？14块。我能尝一个吗？它是甜的还是酸的？甜的的。花果龙来了。我买一点啥呀？你要是。你要现在是这也行吗？这个现在可以是吗？这个说是龙贡果，14块一斤。好，可以。15块钱。是泰国的龙贡果，这种水果叫龙贡果，从来没有吃过，来尝一下，一斤是14块钱。